它呢其实已经帮你撑好定位好了两个非常标准的这个罩杯，从镜头看过来胸部的这个是非常的平顺，然后整个局部分配的罩杯感是非常好看的。再来我觉得好看的是这个蛙 U 的方圆领，哇，小小的小低领，可是呢穿起来呢不会让你觉得有点裸露的 V 领式的感觉，然后它下摆这边也不会过度勒紧，就是非常的轻肤靠在各位的肌肤。再来呢它的肩带是做微宽版的，所以你整个其实啊看过来会看到一个非常漂亮的小锁骨跟我们的项链，它是做这种非常细小螺纹弹性非常极度够的这种高弹性的背心。白色的罩杯会不会透出来，来我现在有打光的情况下给你看，整个胸部都是平整好看的罩杯，然后呢定位非常的明确，侧边也不会有罩杯奇怪的痕迹。黑色没什么好说，又白又亮，这边做的太恰到好处，然后罩杯定位的很准确，不会有杯痕，而且一穿下去有一个自带曲线的感觉，然后呢也是非常非常的有包覆性，非常非常的好。